没有加入中视频拍的视频有没有收益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乐妈。有很多小伙伴私信我说没有加入中视频有没有收益，今天我来告诉你，记得把视频看完哟。有些朋友发三个作品还是没有达到1万7，不要着急，我们可以在头条上面发视频，在头条发作品也是有收益的，视频在10秒以上都是有收益的。你看这两个视频，30秒的视频是在头条发的，1分钟的是在西瓜上面发的。头条发的呢，播放量比较高，然后收益比较低。然后是因为我没有拍够1分钟，因为我在测试流量。西瓜视频的话，流量非常低，但是收益还可以。因为我在西瓜上面发的视频是拍够1分钟的，所以说收益比较高。就是刚来做自媒体的小伙伴，我建议拍视频在1分钟到2分钟之间，不要超过3分钟，太长了的话影响播放时长。方法已经给你们测试出来了，赶快行动吧。